去国医生大反转耶，我们老师刚刚给我发消息说，说我可以继续回去当大提新手了，只要我坚持努力练习，我就可以参加汇演。我脑子这一下没白挨耶。林之夏，你刚受完伤能不能好好走路啊？给你的。呀，顾医生，现在已经下班了好吗？再说了，我这个伤员今天窗户也翻了，布也跑了，在意这些干嘛？来，让我们开心一下，喝杯可乐吧，干杯。你不喝啊？那我喝了啊，先干为敬。嗯，好喝，尝一口嘛。不是吧，顾医生，是不是感觉超好？还行吧。听歌吗？去顾医生大反转耶，我们老师刚刚给我发消息说，说我可以继续回去当大提新手了，只要我坚持努力练习，我就可以参加汇演。我脑子这一下没白挨耶。林之夏，你受伤跟你老师让你回去拉大提琴有什么因果联系啊？非常有联系，是上天对我的补偿。玄学玄学你不懂啦。是我不懂，把手先放开呗。哦、sorry 啊，太激动了。没关系，如果你想消毒的话，你就消毒，我不会认为你在歧视我的。你说你这个样子，以后怎么谈女朋友啊？手都不能拉。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没说什么。其实吧，这谈恋爱呢，就是谈恋爱的谈法。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. That's how the light gets in. 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你看，只要不放弃，任何事情都有奇迹，对吗？